140层楼高的大楼外，一下跳跃，一下吊绳索，差一点就要没命。新一代最强老爸巨石强森要把困在摩天大楼里的家人通通救出来。Hello, boys. Let it burn.就连昆凌都化身冷酷女杀手，精彩打斗让人不寒而栗。而巨石强森这回除了展现好身手，更饰演带一只的残疾人士，都让救援困难度更上一层楼。摩天大楼才上映不到一星期，就成为全台首周票房冠军。不过紧追在后的还有他们。The only chance you've got is both of you. Ant-Man and the Wasp teaming up. Follow my lead.想看动作片，又是漫威迷，当然不能错过蚁人与黄蜂女。保罗·路德和伊凡·杰尼利联手发威，魅力无法挡，那分子领域再度开拓新纪元，全台累计票房已经超过第一集的1.11亿元。而如果想要合家观赏的电影也有好选择。Combustion imminent. What does that mean?It means fire, Robin. 最强超人家庭又来了，暌违14年重返大荧幕的《超人特工队二》，这次换神的女超人当家，但最强的其实是小婴儿小杰。这拥有17项超能力的宝宝会如何一起打败坏人，都是粉丝关注焦点。台北的机票房突破7000万大关，大人小孩都爱的动画电影也来抢攻暑假亲子市场。三立梁心罗香台报道。